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好过分，他在睡觉，你为什么会放？你自己不会戴耳机吗？哎呦你妈！哥们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不是音乐情节不好。这网友的评论我也是醉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离婚了，啥情况？干嘛那么冲动？我在我老公的车里装了定位器，你对他还不放心吗？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他那天车坏了，自己打车回家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老婆没事在家就练练，她说这样老了以后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吃的了。老婆，哎呀，滚，别录我！练好几年，最后发现是上姿太坏。哎呦我的妈！网友太损了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兄弟们，给我看一下孩子啊，别让孩子偷喝我这个柠檬汁，我啊得去趟厕所。这汁儿你千万别喝，听见没有？这个酸酸啊！我去趟厕所，一会儿回来啊。真的酸奶了，倒一个酸奶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泡沫粥。报告，队友投胎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下面的评论说，拿我的言语盘吃饭还能盛九个菜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有这个大师评论，挺方便的，中午加卡式锅里热热就行。最后一个说，吃完回家丧掉的煤气。都是些人才呀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呀比囧囧囧。厨师一个月6000，洗碗的一个月28000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早就受够了，什么意思？给我这么大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，你这种男人，怎么样？你这样的男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说你再来一个。孩子说你们打饱了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！不知道他们在胡吃八道什么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什么？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？那是因为他远远就闻到了你身上有草油鱼的味道。还得是网友来评论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这下巴怎么回事？上吊都挂不住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好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素来
全是妹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晚了，妹子全长大了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没有帮你啊！哎呦，我去，整这么大行李箱子，我能死。真讲究，直到从头开始挖。到底有多损呢？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我操，这他妈这个，这个真正的东西，我这个。你一讲话我就知道没好事。哎呦我的妈，确实没啥好事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你赶紧过来呀、啊、我没啥。你过来拿。这好了也流口水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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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扔出来一个，后来这窝可能一点点长大了，那咱整个窝吧住着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，到时候反正是给它住吧，就等着他们飞走了，到时候啊上去清理清理摄像头。穷小做小六子不投币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哎呦，书记。No， 过来，经理过来，坐下保护我。保护我。经理，坐下保护我。经理，坐下。字幕都比他大。太得是网友来形容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放个屁，还需要上堂。